小小迷你的舞狮团热闹开场，屏东的家东环保站喜气洋洋，拿着小童腕挥舞着，老长辈脸上看见笑容。简单的竹蝉其实是到场服务的志工特别设计的，活动里面都有一个暖身，让大家多活动之后，然后依照我们检测出来他们的身体状况，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调整，把每个活动让他们越来越好。围炉活动，仁义会志工细心设计，让长辈动起来。不过，老人家最开心的还是众人团聚的那一份情感。大家多一个干哦！干哦！志工精心设计，让围炉活动热闹也温馨，如同一家人的好感情完全展现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妍芬、邱瑞堂，屏东报道。